长大也是叫我要开车载他们来，我载最多，因为我年纪最大。我跟他在讲，假日都在载他们出门，要不然就是 Boogie 双十节放假，他们要去游行，还要去，哎，就被全部录下来，真的。我还记得那时候还过一个吊桥，然后走路这样。有，小时候都被打，你也被打。鸡毛掸子，鸡毛掸。你妈就怕哟。对。阿公
弄哦弄哦，还那么多台，哦，个是 Tesla， 哦哦哦，宾士哦，哦哦哦哦，赞哦赞哦。